由王思聪监制投资的国内首档女神真身互动养成秀《哈喽女神》于6月3日在北京举行了发布会。在发布会开场前，王思聪便通过视频平台直播自己从家到发布会的全过程。第一次如此长时间的被直播，国民老公显然不太适应，尤其看到流程单上吴亦凡、张亮等男神也会到场助阵时，思聪更怨念道，为什么不找个女的给我加油。而见到吴亦凡本人之后，思聪又秒变媒人，跟 Chris 一边吃西瓜一边唠嗑，我们这个节目有很多女主播，你要看上哪个就和我说，手头好多。吴亦凡面露尴尬之余小声回道，我的粉丝会生气啦。在之后正式发布会上，面对主持人你会用什么方式跟网络女主播互动的假设题，吴亦凡调侃回答，可以把我的形象投影在他的房间，他睡觉之前就能看到。此题答毕，吴亦凡的粉丝吃醋吐槽道，凡凡你还是继续吃瓜去吧，不要想太多，同时笑称网红就让思聪自己留着吧，求放过凡凡。我不是不觉忘记了我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